家好，我是凯君老师，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创造漂亮的双眼皮。今天就准备了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这个双眼皮贴布，一种是这种透明的，一种是这种肤色的。在使用双眼皮贴之前呢，提醒大家一定要先将脸部的肌肤清洗干净，先取一段双眼皮的贴布。那么在贴了之前呢，我们可以先用小剪刀做一些修饰调整。那么在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们需要增加的宽度高度有多少，之后呢接着我们往下看。那贴的方向呢，由前至后，先用一只这个手指呢按住这个前方的这个双眼皮胶，然后依序贴到后端来，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个小镊子把它稍微做一下按压，紧密的跟我们的肌肤做一些贴合。那如果呢你确定好这就是你要的这个眼型之后，我们就再用这个小镊子然后呢稍微把这个眼头眼尾部分的这个胶头呢把它做一些固定。经过贴了这个双眼皮贴布的这个眼神，是不是就比还没贴之前再宽一点了？如果你希望展现出迷人的眼型，不妨试试练习看看贴这个双眼皮贴布，一定可以让你的眼型更漂亮哦。